且我觉得我们家最近毛衣都蛮厉害的，是，可是都一直在断，都一直在断货，所以你们新款赶快把握时间，赶快买，真的，现在这个季节真的容易断货，你们喜欢的东西你们手到下标，好不好？这件一定要买，原因是什么？第一，它长版盖屁股；第二，它是大件的。然后第三，它的颜色都超可爱，它是有混色的哦。你要仔细看它，它比较明显。Kiki 的是混白灰这样的概念，但它这个玉婷这个是有混三个颜色。我觉得它的黄色跟粉色这两个色的混色做得很可爱，然后灰色就是比较低调一点的感觉。是，它有做到这个特殊的织纹，然后就做斜的带下来之后，刚好延伸到下摆，作为一个不对称的下摆。我觉得它穿起来啊是很修饰那个马鞍跟大腿的部分。这边你看哈，它这边也有抓这个虚线的这个织纹，然后你们看哦，长度是有盖到屁股的，而且它的下摆啊是宽的，不会包屁股，不会。对，尺寸的部分一样到2L都是可以驾驭的哦。你看它这个分量感真的很好，然后你看它袖长也都够。我们这一件啊，它的那个针织的毛料是磅数真的是有在做升级，而且已经是变得算是比较扎实、比较厚软的那种感觉。搭裙子、搭裤子都好看，没错，一样就是该遮的、该盖的都盖住，都修。都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玉婷的裙子的部分，裙子棋盘跟那个棉裤同一家。那这一次是灰色，对，里面是内磨毛哦，对，内磨毛，里面是内磨毛，质感非常的好。然后外面也有做到加绒，所以它整件啊是含棉成分高的，然后算是比较休闲版型，为 A 不会显臀，不会显身形，然后 S 号到 2L 都可以穿，可以驾驭。然后裙子的部分有四个色可以选，而且你们看这个裤拔大的也不会卡哟。这一款这一家的牛仔裤大家都不陌生吧，是我们家常卖的。那这一次呢，一样是有厚一点点，外面有磨毛感哈，一微微的只有一点点。它里面的部分呢，一样是没有刷毛的，但是它已经有点做厚款一点点了。其实因为它整件都是有弹性，你里面要再加薄丝袜或者是加上 legging 都还是可以塞得进去的。对，来这一件裤子的部分，腰头松紧。好，它是做松紧带的，腰头松紧有口袋，那好看的地方是在这里咯。好，它是做一个好像假口袋，一个假的口袋在这边，两侧都有的哦。那弹性的部分呢，腰头、大腿、小腿跟裤脚的部分做到全弹。那我们这次郑重呼吁了，好不好？是2L 的一定要囤裤子，多买。然后裙子2L 的也一定要买起来，它真的很显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的整身新款的上衣，针织上衣呢，这个也要加购喽。它的颜色、混色都超棒，超可爱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质感都超好，手袖的部分也都够长，好吧？我们整身你们可以买起来，推荐大家，拜拜。